例如说有一些玩具，然后一些衣服。请问，谢谢您的回。找市场啊，或者是给需要的人，就是说，有些我们家里不需要，对不对？可以给邻居啊，像衣服啊，可以穿给小朋友啊，或什么的。比如衣物的脏器，那你要拿钱买脏器有什么？比如衣物吗？还不错，毕竟可能我现在家里东西我不需要，可是我可以换到我需要的东西。谢谢您的回答，对我们接下来的任何有帮助，谢写在便条纸上贴上去之后，再